这些志工陆续抵达金边机场，从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台湾还有越南四国医护人医加上了志工大集合。马来西亚分会跟雪隆分会还有马六甲分会，总数有19人，加了一个台商。新加坡来的那个医务人员呢，总共是46位。当然之前前三天来的那个宪检部队又有多好几位，所以总共人数应该是105位。实验的系统来了8位，人力会来了7位，还有志工也是7位。超过100位的志工陆续抵达，目标一致，要服务当地偏乡居民。除了慈济之外，当地的义诊医疗团也共同合作。TYDA 这个柬埔寨的义诊医疗团已经成立6年，针对乡村的贫苦民众服务。到2016已经走访超过93个乡镇。2017年和慈济首度合作，这次在棒青洋也期盼可以协助当地民众医疗困扰。To collaborate with church organization, and we hope this joint mission in Kampong Chinang province will provide a best benefit to the people in.This Kampong Terlalu District of Kampong Chinang Provinces. 两天义诊不止医病，还有医疗交流。参与的志工有付出，也有收获。大新闻朱荣少红树柬埔寨报道。